买阵拢要讲着底啦，可能在医生来感觉伊嘛是呾讲，虽然有成功率，但是无代表讲会成功诶。吼，啊伊无啊，啊着有成功率，但我好起来要讲啥物来讲，结果非常非常准，着搁听起来。哦，啊伫即个当中吼，因为伊安尼比喻着是伊诶太太吼，伊即个祖囝，即个后生。就是安尼连续不然个呢，不眠不休。哦，所以讲吼，因为迄下迄间吼，他去参加伊个过会，伊个过会时，啊去阮厝边遐，哦住一个。啊，迄阵阮闭时吼，伊他甲我讲安怎呢？讲吼，哦，照顾病人吼，实在有够辛苦个啦。哦，我吼感觉讲，我拄阮爸爸一届安尼吼，我若讲。迄种，迄个我爸爸的时阵吼，讲我顾我爸爸的时阵吼，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时间啊，伊甲几工也着受不了啊，时间遐长的。所以伊呾伊较有体会，伊无体会。啊，伊吼，即届就个伊爸爸安尼，伊较体会讲吼，哦，真正吼，照顾袂了，真正有够辛苦。所以他甲我讲一句讲吼。真歹势，我拢无甲你斗相共情啥，哦，啊，所以听到这句话，所以呢，吼，我是要讲安尼啦，吼，就是讲，你有经过这过程的啦，吼，你较有法度通体会。哦，啊，而且呢，咱，吼，尤其咱，吼，咱遮的前辈遮，为着吼国内国外的道路，吼，安尼出事故的时阵，历尽风霜哦。而且呢，在这个当中会遇到无顺的逆境，哦，但是呢，伊嘛拢坚定意志，